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包面了没有？苗妞干拌面哦，其实我们叫苗妞香拌面哦。各位，我今天呢专程来到这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认识这个苗妞香拌面的研发，也是我的好朋友，多年的好朋友小熊老师。我们这一个干拌面呢，是充满了地方的色彩跟地方的风味哦，来自于这个贵州少数民族苗族的特殊风味跟秘方调制而成。来，苗妞香拌面，来，我们现在呢就来跟我们的小熊老师来一起聊聊。嗨，小熊老师你好。哎，大家好。哎，你好。哎，大家好。对，大家好。嗯，还有我们的丁丁五号。哎，今天这一位是丁丁五号。那我们长进的是丁丁三号，很高兴，这是我们的小熊老师二哥呢，跟哎，觉得这身衣服呢是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苗族，我是在苗族地区，贵州苗族地区。苗族的。那我们那边苗族也有分很多支族。哦。我们这一组叫做歪苏苗。歪苏苗，那总共有几族啊？很多族，很多族哈，贵州、云南，总共56个民族嘛。我们贵州跟云南是占大多数少数民族族种。哦，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的哦。哎，我觉得我们的原住民好像有一族是黑白颜色很多的，不知道是泰雅族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你知道吗？反正我们也不要乱讲好了。哦，真的很漂亮哈！这个现在小熊老师穿的就是我们的苗族的服装。哎，那这个呢？这个项链呢？也是吗？还是另外在搭的项圈？对。哦 ，OK，OK，OK。我们穿苗族服装要搭配一个项圈。哦，漂亮，漂亮。OK， 好漂亮啊哈！这个黑白又加上有我们阿美族的色的那种彩色鲜艳。啊，很漂亮，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熊老师哦，从服装就已经可以看出特色了。来，我跟刚刚跟各位线上我们聊哈，就是说我们这干拌面哦，为什么叫品牌上面？丁丁，你不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吗？好，请问为什么会叫苗妞是？苗妞是怎么来的？就是我是远嫁，就是从贵州嫁过来的，嫁来台湾十几年哦，十几年了。那来呢？我们也是，我们贵州是一个高海拔地区，然后无辣不欢的，就是每一餐都要辣的，连小朋友1岁多的小朋友就开始吃辣。我的天哪，对，那是所谓的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吗？没有，就是但是风俗。我们那边第一个高海拔嘛，高海拔比较潮湿。哎，重点了，一个比较潮湿，然后天气比较冷，我们那边号称地无三里平，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天无三日晴，就是常常会下雨，所以天气空气会比较潮湿。哦，我它潮湿的话，我们就需要吃辣。没错，那吃辣的话，它可以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没错，排汗，没错，排湿，没错。我跟各位现在我打岔一下，其实为什么刚刚老师讲到说，因为潮湿我就有感而发，因为二哥哈以前在四川待过，我刚刚有跟我老师知道的，我有跟老师聊过，其实我以前去四川发展说完全不敢吃辣，我只要看到别人吃辣，我头皮就跟着他痒，不知道在那边痒什么的。结果我到四川去呢。我四川的朋友第一天就带我去吃麻辣火锅，从此根治了我这个过敏的现象之外，也爱上了辣。但是我在四川我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丁丁五号，你知不知道？老师没讲之前，你可能不清楚为什么四川、贵州都喜欢吃辣，对不对？我告诉你，刚刚老师讲到重点，其实有我在四川也得知说，原来其实吃辣是排毒除湿，对，排毒除湿气。对，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还有一个，我们那边是，到处都是高山。对，贵州很多山，比较会有瘴气。哦，瘴气。对。哎，瘴气是不是一种类似毒气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吃辣，哦、就是无辣不欢，餐餐都吃辣，都是辣的，对，都是辣。每一餐都吃辣，几乎每一个菜都会加辣。那我们的辣不只是吃辣，就是我们会用很多香料。去加在辣椒里面来提它的香味，那第一个它可以就是提升我们的那个食欲，闻到香味会想吃东西，那辣的话它其实也是开胃的，辣也是开胃。其实有的人说，那常常吃辣会不会胃不好？
我们贵州没有觉得有，就是我们从小就吃辣，吃到大，吃到现在，嗯，我也没有胃痛，也不会怎样，嗯，每天都吃。OK， 重点来了哈，刚刚那个我们的丁丁五号说，为什么叫苗妞？是不是因为苗族的关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不是苗栗，是苗族啊。本身就是苗族嘛。苗族人，苗族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那我们是苗族地区来的，所以就取名叫做苗妞，因为一开始来只是做来分享给大家吃，好朋友吃。在台湾这边，对对对，做给分享给朋友吃，对，没错。好朋友也分享给他们朋友，然后大家都来跟我要。要这个酱，是不是？哦，就是老师本来是调制来分享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台湾的朋友吃吃看美食。结果很多人就说很棒哦，要不然我跟我要也不好意思，叫我做来卖他们。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手工炒来自己卖他们，然后来量大就是太累了，就去找代工厂帮我做。哦，帮你做是是。那就是用我的配方。就是我们苗族的一些秘方哦，秘方哎，然后加上台湾的香油麻油，台湾的香油，台湾的香油麻油很香哦，对，所以它里面有香油麻油，有香油麻油了哈 ，OK， 对，所以它是适合台湾口味的，适合台湾口味，有稍微调整一下，但是它的香度是我们贵州的香味，贵州的贵州少数民族里面的特色地方特色的香味，它就是比较香，比较香。我跟你讲哦，二哥吃了哦，真的是百吃不厌哦，真的老师。那你刚刚讲说这里面是一种秘方，对，是你们家乡的秘方 ，OK， 那就是说还有特殊的制作过程。制作过程，我要讲一下这个为什么特殊的制作过程啊？不是假的，没有开玩笑的，讲出去，因为不吓到你了，吓到你，我想以为你要把这个秘方讲出去，不是，因为当初找代工厂的时候，从台北找到中南部去，哇，找了十几家代工厂，那很多代工厂都不愿意帮我做，为什么？因为我的制作过程太繁琐，哇，做这一包酱料的过程很繁琐，到人家不敢帮你做啊，对，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他们觉得他们在帮人家代工都是辣椒酱或者辣椒粉跟那个他们的配方和一和炒一炒就充血，我这是还要经过炸，哇，还要炸过，每一道东西炸的东西都不一样，香料要炸香料的，然后辣椒要炸辣椒的，最后才能把它打成酱，然后再和在一起，还要再炒，哇，这个炸的过程是让它，你看它这么红哦，这么红，有的人会觉得说，哇，这么红你是不是加色素？它不是色素，辣椒它本身就有辣椒素，有点红了，对，辣椒素还有这不是色素哦，这不是色素，听老师讲这不是色素，这是在炸的过程就慢慢的让辣椒释放它的辣椒素出来，对，所以辣椒素油就会变红色，还有一个紫草，天然的，还有个紫草，紫草它对我们皮肤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抗真菌，像那个紫草。其实你们应该听过紫草膏之类的，它是就是用紫草去做的。OK， 这也是天然的植物。天然的，其实里面加了十几种。十几种啊！十几种哇，总共有，对，我刚刚正想问呢，就是说它也加了十几种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不同的特色哦。特色对。怪不得我吃起来就是有说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尝一个新东西总是会有记忆嘛，这味道我在很多年某一个时候吃过啊，可是我第一次吃这个我们熊老师调制的这个特秘方哦，我就觉得味道很特别，这是我们仿佛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尝到的味道，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原来是有这么多秘密，十几种啊，对，十几种，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豆豉。豆豉台湾也有豆豉嘛，但是豆豉是不是我们的豆豉豆豉豆豉客家话叫豆豉，
这笑话都出来了。好，那那个豆豉是用我们家乡的，嘿嘿，那个大陆的，没有跟台湾的不一样。哦，不一样的、啊。对，香味不一样，它制作过程也不一样。哦，所以那个豆豉也有在里面。它是天然发酵的。对，但是那个豆豉你是来自于大陆那边过来吗？对，进口商进口过来的。哦，大陆特别过来的。我们的原料来源都是进口商从大陆进过来。哦、OK，、欸、包括香料。这样子的目的才能够原汁原味。没错，我在四川也听过人家这样讲哈，其实哈，他们有些人哈来台湾想要开什么四川的麻辣火锅店之类，他们有些的这些素材食材都要用，坚持就要用家乡的，这样才会道地。对，那个对，没错没错。对哦，所以说你这里面的豆豉这些也都是来自于大陆过来。哦，那这样的话，怎么至少是95%以上都是原汁原味。哦，只有麻油、香油什么，你跟台湾的，台湾的，对不对？所以说几乎95%就是贵州的原汁原味了哈。对对，太棒了！我们是不是今天呢也来一看？那我们来剪开来一下吧。这个丁，这个丁丁五号是完全没闻过。来来来，我们呢今天打开来闻一下子。当然线上的朋友也不太可能闻得到哈。对对对对，来，这个真的厉害了，真的厉害了。因为吃面、慢慢来，一定要有香味才会吃得下去。对对对，我吃的经验是我们这个其实干拌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吃，而且现在台湾都很夯啊，从年轻人到家庭主妇，到上班族，到阿嬷阿公啊，其实干拌面都会，对，都很方便。其实之前大家喜欢吃那个什么泡面，对吧？现在呢，这个干拌面哦，真的是当道。但是呢，二哥要在这边特别强调，我告诉你，市场上爸爸用干拌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苗妞的这一个酱哦，绝对是与众不同了。来来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来，市面上很多干拌面、它的辣的口味都是辣油，我们是有料的，有料的。你们应该吃过很多拌面，它那一包辣油都是油，辣油，对，都是一包都是油。对，它没有料，来来来，我们是有料的，特写一下，来移过来特写一下 ，OK OK， 哦，有料的、这个、很天然的，哦，这个就是有料哦，哈，那这个是辣油，哦，但是重点哈、哦，其他在外面的干拌面很多都是一包红红的辣油而已，对对 对, 对，没有料。我想这个是真正的味道的，这个才是味道。对，我有吃过，我懂的。我们丁丁五号还没有哎，待会你就要不要挖一点点，你敢不敢尝一下？但是这个我跟你讲哦，好像有辣。因为我很喜欢吃麻辣，有辣、哦。我跟你说，很多很多辣会盯着舌头辣，它会不散。没错，那个那我们的辣有辣，但是它很快就会散掉。没错，我跟你讲，台湾人叫一般外面的辣叫死辣，死辣就太就是整个就是辣到舌头麻掉，那不是这样子。要辣很久，对，要辣很久。我们不会，我们真的是入口辣，然后慢慢就化掉。现在这样闻起来就觉得很香，你闻看。我这样子远远的闻就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对我讲真的哈、对，有麻辣，对啦，就是有麻辣火锅味道。我跟各位讲哈，其实我吃它这个拌面的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味道我真的印象中我在台湾没有吃过这种风味的干拌面或者是泡面，完全没有这种风味哈。我所以，我刚刚讲意思就在这边，我们要是有吃过这种味道，可能在记忆中会有，可是我第一次吃熊老师的这个味道哈，过去真的是没有这种记忆，就是第一次，真的是很棒哦。所以你看一下，所以你刚刚讲十几种的这些香料跟配方都在这个黑色这一地方。它这个辣椒都有三种辣椒。对对，三种辣椒，三种辣椒，对对对对对，很棒。哇、哦，闻到我都肚子饿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看到您这个外包装是写全素。全素。对，它是全素的。全素的。Okay, 对。所以素食的人都可以，一般素食的都没什么味道，没错，我们这个是很香的，对，所以素食的朋友有福了。对对对，而且哈，我是觉得素食哈，有些酱料也比较趋于所谓的淡，是，对对对，是要清淡。但是呢，你如果也敢吃辣的话，你就要吃素的人。那你这个是你的首选了。我跟您说哈、我跟你讲，我们这不但是素的哦，来，我要特别让大家哈、眼睛不知道一亮一下，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 logo， 丁丁五号来大声告诉我们，哈拉认证，哈拉认证，
就是回教徒也可以不是那个讲话的哈拉、是哈拉认证哦。懂的人你们都懂的，这个认证可不简单。来来，老师说一下，这个认证是怎样？这个人就认证就是清真，清真是回族了，回教了。他们其实真正的回教徒，他一定要有这个认证，他们才吃才可以吃。对，你只写全素，他还没有这个认证的话，他还不敢吃。哦，对他不敢乱吃，没错，对，但是有了这个认证的话，他们才会吃，他就才会放心的吃。嗯，所以他们的食品都一定有这个认证。我们的食品都要就是遵循这个认证的那个要求去制作。没错。所以我跟各位讲哈，我们这一包苗妞香拌面还有哈拉认证哦，所以我们这一包面呢上市以后呢，我跟各位讲哦，我们还可以除了吃素的人可以首选之外，我们还可以卖到一些清真的国家或者是回教的国家啊，包含这些马来西亚啦、印尼啦，还有中东啊等等的哈，所以说这个就是哈拉认证，来哈拉认证哦，这个绿色标签这个地方哈，哈拉认证 ，OK。我跟各位讲，它完全不加香精，哎，没有加香精啊，不加辣精，而且没有化学成分，不加防腐剂，太棒了！来，再讲一遍，这三大重点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啊，现在啊，1月1号又准备被美猪美牛所迫害啊，所以健康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再讲一次。我们是说很天然的，天然的，完全不加香精，它的香味来自十几种香料，完全不加辣精，然后完全不加防腐剂，没有防腐剂，不加防腐剂，这一点很重要，也不加色素，也没有色素，没有色素，哇，那简直就是天然两个字的嘛。它是天然的，天然的，完全天然的，慢慢提炼出来。没错，这一点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其实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讲究，除了美食，大家也要讲究健康。然后呢，大家哈也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哦，每次听到什么干拌面啊，或者是泡面，都说哎呀不能多吃太多了，那不健康啊，那有防腐剂啊。我跟各位讲哈，我们的苗妞干拌面，我们的秘方的酱料完全都是天然的，也完全没有加香精、化学要素等等的色素，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好，所以说这是纯天然的，而且最重要一点，连防腐剂都没有，这个厉害了哦。但是我要提醒哦，这个是有辣的。看那个丁丁五号，你刚刚有尝吗？哦，还没。你是不是要拿一个？好啊。什么？所以其实没有吃素的人，我们加其他的一些肉丝啊什么。哦，对，可以。好，你们在煮的时候可以加自己喜欢的食材。像这个就是，哎，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碗呢就是熊老师刚刚呢已经煮过的哈，剪开来看，对，剪开来看，它就是一包面的量哦。哇，这煮起来，你看这底下是面，你也可以加一些自己的青菜、香菜等等的哈。还有，甚至有一些你不吃，你有吃荤的人哈，不吃素的人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加一些肉啦，还有什么？哎，其实你们比较懂的，哎，对了，小黄瓜、豆芽菜等等的了哈，等等的哈。OK， 我们这一袋，我们已经拆开来了哈，我们已经拆开来了。好，我一袋里面有四包，一包的分量。哇，这个包装好。设计好漂亮哦，好有地方色彩哈、哦。对对，来那个你也来参观一下。不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图案，他穿的衣服怎么跟你不太一样、啊？不同族吗？来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啊、哦。我们每一包一袋里面有四包啊、哦，有四包哈、哦。那四包呢？可以吃四次，不一定啊，有些食量大的人也是两包做一餐吃的也有。可是这个很大碗哎、很大碗哎、对了，这只够一包的量哦，就已经做这么大碗哦。男生吃这一碗够了，男生够了，女生的话会有点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这我要打岔一下，熊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女生，现在女生的话可是大胃王可多了，对不对？我们丁丁五号笑成这样子，搞不好他一个人就可以吃三包。不好意思哦，把你透露了。好，你看一碗一包就这样子，这么大一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我们的面是非常 Q 的。这个已经煮，我们刚刚已经煮了半天了，它现在已经
冷掉，但是它冷掉了，冷掉了，它不会烂烂烂的。你看它还还是会。而且刚煮好的时候，老师你曾经讲过说，加一瓢的那个煮面的水进去。对，等一下我会教大家要怎么样煮。对对，可以啊，可以啊，嗯，就是一碗。我们这个面是，这面很 Q 哦，很 Q 很 Q， 我吃过。它是日晒面。日晒面坏？为什么叫日晒面？我只听过咖啡豆有日晒跟水洗。这个面，这为什么叫日晒？这个面就是我们的工厂在台中嘛。哦，对。嗯，这个面看起来就很 Q 弹呢，哈。对啊，它就是对很 Q 的，它是手工日晒面。嗯，看起来手工的，它不是机器做的。真的，而且为什么要日晒？因为它那个香度会比较哦比较好，香味比较浓。口感的 Q 感也会比较好。对。好，那大家要煮要吃的时候呢，这一包开下去煮煮，差不多八分钟。如果想吃 Q 一点的，可以煮六分钟就可以。打岔一下，就是好像是水开以后，对，开了，开了之后把里面的干拌的白面再丢进去，好，那大概煮几分钟？大概煮七八分钟。七八分钟，对，七到八分钟就可以把面捞起来。大部分会想要吃 Q 一点的话，可以煮六分钟。哦，就不要煮这么久。对。好，那如果要吃比较煮比较。软一点的话，就可以煮到八分钟，热水开始算起了哈，丢下去。那时间到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小汤匙，差不多这么大的小汤匙，挖就是捞一勺煮面水到我们的碗里面。煮面的水再捞一碗出来，一起拌，对，是哦，跟这个酱一起拌嘛，对，把酱跟那一勺水一起拌开，把酱拌开之后，我们的面再下去，然后再加你要的食材，葱花啦、豆芽菜啦、小黄瓜之类的，还有肉丝啊，随便你都可以。你可以多举几那个例子，然后我讲，搞不好线上就有很多人，他们也不知没一时没想到要还可以加什么，你还想得到的，你都可以建议。你刚才再念一遍，还可以自己加什么？葱花啦，葱花一定要的嘛。哎，对，然后豆芽菜、小黄瓜是基本的嘛。哎，豆芽菜、小黄瓜。我今天会用这个。今天加什么？蛋酥，有的人可能不会炒这个蛋酥哈。哦，这是你自己做的，也是熊老师做的蛋酥油。我喜欢吃蛋酥，就是一颗蛋，然后打到碗，打散之后，用那个有洞的漏勺，倒到漏勺，漏下去，油滚了之后冒烟，漏下去它就会变成这样碎碎的。哇，好厉害哦！我跟各位讲哦，我们线上朋友，我们熊老师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秘方的酱料，熊老师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很会烹饪料理的老师。我跟你讲，他太厉害了。其实不瞒各位讲，我刚刚跟我们的丁丁们来的时候，其实桌面上是一大堆的美食啦，现在被我们吃光了，收起来。那些美食刚刚都是我们熊老师做的，对不对？丁丁五号可以作证。所以说我们刚刚那五六盘的那些美食哦，真的料理太棒了。我们刚刚吃完，不好意思，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熊老师，熊老师，你是已经多少年了？就是说你懂得料理美食是从多久？多久以来你就已经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我从小就喜欢煮。哦，喜欢煮。所以说你在大陆那边小时候其实就很会煮，也很爱这个所谓的地方的这些美食的料理。对，也有去跟厨师好几个厨师学过。对哦，从来台湾之后呢，我也去本来想开麻辣火锅店嘛。啊，后来就去学了中餐，也拿到了台湾的中餐证照。OK， 对。不过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面的，就是就一直在做酱料这个部分。你要开麻辣火锅店，我建议哈，这样子，我突然有感悟了。现在先不要开，没有，现在做酱已经很忙了。现在台湾的哈，这个领导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景气很差啊，所以建议不要开。那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呢？等韩国瑜当总统的时候啊，对不起，我们怎么谈到政治去了？等韩国瑜当总统的时候再来开，各位说对不对啊？对，对。
不好意思，熊老师，这是题外话，这个岔题了，岔题。啊，开心一下。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不错。对不起，我插嘴。好啊。如果我们在煮面的过程中啊，都快要好的时候，或是在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什么鸡丝啊、贡丸啊、鱼丸啊，放下去一起先把它就是煮熟，然后到时候再一起拌。你说在那个水里面跟面里面一起煮吗？对。贡丸，你要加那些贡丸下去，会不会太？他已经很大份了，因为有些可能男生他觉得说，哎，我想要加一点肉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加一些肉是可以，是，就是不要加太多，不要加太多，太多的话，因为这个酱怕它的，对，这个酱的分量它是一碗面的分量，一碗面的分量哦，一碗面，那你加太多怕会稀释掉它的那个咸度会不够好。这个哈，二哥这边可以大家分享，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吃那个鸡胸肉，所以我都会我曾经用鸡胸肉把它切碎碎，然后自己，稍微那个烫一下，那个稍微煎一下，然后撒一点点胡椒，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撒太多的香料等等的或者胡椒，为什么？我怕干扰到我们如此天然美味的这个酱料，所以说我就把那个面。把我弄的鸡胸碎肉呢，跟我们的这个苗妞面一起拌，很好吃。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像刚刚熊老师讲，反正你喜欢加什么，或者是你没有吃素，你要加什么都可以自己加。我相信其实线上有很多吃干拌面的老手，应该都懂了，他们应该都懂了。对了对了，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其实。我们今天哦，听老师这样讲哦，真的，我为什么我说值得推荐一下？就是说，最重要一点，我们还是拉回我们原来就是健康。其实，在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苗妞的这个香拌面，我刚刚老师也讲过，我们的这个特殊秘方的酱料呢，是第一个没有香精，然后没有辣精，没有辣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色素。这四大要件呢，是我们这个品牌苗妞香拌面最重要的地方。当然，先谈到健康，再来谈美味。那如果要讲美味的话，就不在话下了。我笃定的讲，是我真的过去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道地的那种味道，而且是有一点麻辣的味道，但是它又不是死辣。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一尝。他吃了嘴巴会麻吗？哦，他有加花椒是吗？有加花椒。我跟你讲啊，这花椒厉害了。我跟各位讲哈，我在四川待过，这个花椒啊，这个是道地的花椒味。哎，线上朋友，如果你能喜欢接受吃花椒的话，我跟你讲，我更不能错过我们熊老师的这个秘方。它里面花椒有一颗一颗的，还吃得到花椒呢，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哎，对，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刚刚讲了半天，我们这一包面是在市面上，不，我们分三个等级的辣度了哈，这个等级应该算是中辣了。嗯，对，就是不太敢吃辣的人算中辣，算中辣，但是对会吃辣的人来说是小辣。小辣哈，我跟各位讲哦，坦白讲，一二哥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他在应该讲干拌面或泡面的领域来讲的话，这样讲比较公道，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是已经有到中辣了。所以跟各位讲，敢吃辣的人，那你又希望你的干拌面或者是这个面呢有那个真正的辣味，那你选择这个就对了。真的真的真的，这是二哥在市面上吃的一些那些面哦，还有一些什么泡面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辣度真的是中辣。而且它辣，但是它很快就散开，很快散开，没有错，它不会一直死辣。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这很棒。那这个呢？这一包哈，你看，真的再看一下，真的，一包面就可以煮出这么多哎，物超所值哎。那这个它可不可以？有没有人弄？有没有可以弄成汤面给你？汤面会不会味道就跑了？弄成汤面的话，你可能还再加一点盐巴。哦，加点盐巴，因为稀释了怕咸度不够。OK， 来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哈，后面呢有哪些重点哈？这也是有刚刚有老师有特别强调的，怎么煮的一些程序嘛，对，这些都有程序，然后后面都有写，对，都有写哈，对，怎么煮？对，我们的保存期限是，保存期限是一年了哈，但是哈，我跟各位讲哦，那就是因为没有防腐剂，所以说
我们这个酱哈，就是拆开来就一次要把它吃完它。对，你看看这么小一包，拆开就要吃完。对对对，拆开来就要吃完它，因为我们这酱料是没有放防腐剂的哈，所以就算如果说今天还有剩的酱料，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说我这酱料只掺一半就好，那另外一半如果冰着冰箱明天再吃呢，应该还可以，可以说还可以放一个礼拜。对对对对 ，OK 哈，哇、哦，太棒了！我跟你讲哈，今天呢专门的在介绍我们这个苗妞香拌面的研发人熊老师。最重要的点我要跟各位讲哦，这个二哥呢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熊老师哦，因为熊老师呢让二哥有这个机会呢，有这才是重点啦、啊，有能够熊老师呢给我机会来卖这一包这个苗妞的这个香拌面，这个要特别感谢老师给二哥这个机会。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买回去介绍一下试试看，试试看，真的值得你一试。二哥绝对不乱讲话。还有了，重点来了，我告诉你哦，熊老师哈、哦，不止只有用这个酱料出所谓的苗妞干香拌面，他还有什么火锅料？对不 对, 对？麻辣火锅料，但是还没有拿来，我们是不是要不要拿给来介绍一下？哎，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跟各位讲哦，它这个哈、哦，整包是这个火锅的汤底。哎，各位哈、哦，只要买回去哈、哦，直接用这个就可以弄一锅道道地地的火锅麻辣火锅来了。那这一包麻辣火锅，它这一包煮起来大概可以四五个人吃。哇，四五个人的分量啊！对，四五个人分量、因为它里面不是汤，它是酱，是酱，它就跟辣椒酱一样是酱。来，近距离一下，近距离。浓缩的，浓缩的苗妞一样是苗妞，哦，一样苗妞。刚好冬天要到。你看我们的名字真可爱哈、哦！真的，我一开始真的苗妞是苗栗的小妞，哎，不是台湾苗栗，是一个苗妞，哎。韩文好像叫安妞，什么安妞？我们叫你会嘞？丁丁是个人才啊！二哥的丁丁都是真的人才啊！他会韩文呢。没有。来，介绍一下这有什么特色？它的特色也是由十几种香料去做的。当然，它的配方跟我们的干拌面的配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还是有差哈，还是有差。对，因为它。但这一包就不是素的，哦，不是素的，它是荤的，荤的，对、嗯，所以它里面有加动物油，动物油，对，因为吃火锅要有一点动物油才会比较香嘛，对。然后这一包酱呢，除了吃火锅，还可以炒菜，啊，真的啊，对，沾酱，对，都可以，所以这里面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一起吃火锅，大概三五个人，那只要我意思说要怎么样把它料理进去，对，让我跟我们线上朋友讲一下，因为我们线上朋友不见得每一个都很懂料理，搞不好他也想吃，你介绍一下是不是很简单，怎么弄？很简单，因为他这边使用方法都有写，哦，这一包大概加1200cc 的水，1200，就像加一个火锅哦这样子的哦，加的加七分满嘛。差不多七分满的水，它就是一锅火锅、一个火锅煮熟不煮开，煮开就可以丢你喜欢的食材下去。食材进去，那这一包就整个就丢进去。对，这一包酱就整个挤进去。就搅一搅，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很简单。天哪、啊，这不这么简单？因为它是浓缩的，浓缩在里面，就这么简单。现在冬天到了，各位，我告诉你哦，你要吃道地的哦。我真的没在绕回了，你真的要试试看我们苗妞的这个火锅，对，火锅酱，我跟你讲就这么简单嘛，煮开了丢进去，搅开，然后开始你要吃什么料啊，去自己加了哈，去全联啊，去、哎、我没有广告之前嘛，都可以自己加了哈，市场都有啦，火锅料市场都有，对，而且冬天到了刚好也真的是吃火锅料，家乡的秘方，也是秘方开专因为我们那边。天气冷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也是吃火锅的时间会比较多。对，那这是家乡的口味，大家可以买回去吃吃看，贵州是什么样的口味。跟四川的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四川待过，我知道他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里面那个花椒倒是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花椒都会用，但是量多量少而已。对。那四川它会比较偏麻，比较麻的更厉害。我们贵州是比较香，对，香偏香，也会有一点点麻。但是它没有像四川麻，也就是没有四川麻的这么凶啊。对，啊，所以说。
各位有些人是可以接受花椒，但是不想这么浓烈的话，其实常常看我们的，它不像四川的这么浓烈。对对对，我在四川的确是真的满的嘴巴都是那个都是麻的，但是不会，我们这个苗妞的我们的这个独到配方里面虽然有花椒，但是不至于太重。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又是素食哦，所以线上有吃素食的人，你也可以选择 ，OK 啊，这是很重要的。嗯，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熊老师，你把它商品化的话，这个是、这个是汤汤底，火锅汤，还有这个现在我们刚刚才准备要上市的这个香拌面嘛哈、那目前就是以这两个为主，对不对，以两个为主 ，OK。好，那我们哈、来，是不是要再跟我们线上朋友来讲一下哈、好，这一包是刚刚剪开的哈、我们这一袋呢，就是一袋，这个叫袋，一袋里面有四包，有四包这样子的面。来，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包装，115克，一包是115克嘛哈。来，我们的包装就是这样，这是没有拆封的 ，OK。就是这样子，这个包装还蛮有。地方色彩的，蛮特别的。而且现在外面素食其实没有设计、就是研发这样。对，就是比较简单简陋的。对，比较简单。其实真的，我觉得敢吃辣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台湾吃素人越来越多。对，吃素人很多，很多。要健康嘛。对，然后最重要一点，有喜欢辣的，你更可以尝试。当然，一点辣都不敢的话，我就建议你哦。你就把那个哈，可不可以这样做？就是说我就是香料把它倒进去一点啊，那个配方的部分就不要加。哎，这个辣到底是这个红色的部分辣，还是它在辣？两个都会辣。哦，两个都会辣。那如果说比较不敢吃这么辣的人，是不是可以刮少一点？对，或者一半就好。但是刮少一点，你可能你的面可能还要再加一点酱油啊，跟盐巴稍微调味一下。可能它的咸度会不够。OK， 好。你加一点点的话，它有那个辣的，一点点辣，跟香味。OK， 它可以提香。OK， 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包哈，里面一包面里面就有一包酱在里面。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熊老师呢，刚刚大家也让我们的丁丁五号更加的了解我们的香拌面。其实这个好像是才热腾腾的哦，我们这个面好像是刚出厂的，对，刚出厂，这两天才刚出厂的哈、对，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还要补述，让大家更了解这一包面的一些其他特色呢？就是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没有了，因为它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嘛。这干拌面的部分，它本身也是烫过就可以，但是有没有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这些不会吗？没有，一般字面手工面的，它就像关庙面一样。OK， 关庙面也是它的 Q 度，面的 Q 度真的很好吃，就跟关庙面差不多。对，待会我们下播的时候，那个我们丁丁五号，我们待会老师还要亲自做一碗给我们再尝看，但是面的 Q 度，我二哥跟你们保证，哇，是太好吃了！那个入口哦，真的面的 Q 不 Q 是差很多的。我跟你讲，有些面哦就是这样子软趴趴，然后也没有 Q 度啊。那我们不但有 Q 度，而且这个面刚刚拉起来，好像还有点折痕的感觉哈，有曲线。对，它有个弹性。有一个弹性的感觉，好不好？因为它已经放很久了，还有弹性。对，来，镜头再给各位看一下哈，给各位看一下哈，给各位看一下。啊，拉近一点啊！你看这 Q 度还是有这个弹性的。对啊，这一般的面可能就软趴趴了，我跟你讲，还有弹性哦。这个骗不了人哦，这样抖动的话是有看得到弹性的哦。所以连这个面也是非常有口感哦，可不是说酱厉害而已，我们连面都是厉害的，我跟你讲真的。全部都粘在一起。没有，不会全部粘在一起的。而且刚刚那样弹性还很好。真的，好了。我们来这一碗来拌来给你试试看。直接拌进去也加，直接加。对，直接加。这个现在没有热，反正是有凉面的效果。对啊，我们现在就是。有些人哦，搞不好这又是另外一种风味啊。加点小黄瓜。对，加点小黄瓜丝啊，然后
然后呢，变成是凉面哈，变成凉面的味道。那这个它水分已经干掉了，我们需要加一点点开水。好，再加一点点开水，才是用那个碟子就可以了。加一点点开水。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加一点点开水，因为这个已经起码弄好了，快一个小时有了，不止了，快一个小时多。那如果说各位，我们自己买来煮的话，哈，煮好之后把面捞起来，你刚刚有讲，再加一点那个煮面的水，啊，差不多一小瓢，再淋上去，对不对？再弄酱来搅，OK， 这样面就不会这么干了。对，刚煮完的面就不会这么干。没错。因为我们要介绍给大家，所以它已经干掉了。对。我们吃东西讲究色香味，色香味真的是要这样子，对，来，要不要直接加过去？这是热的，我们差不多这样子的量就可以了。对，这样就好了，不要加太多，加太多就变汤面了。50cc 而已。OK， 我们轻轻的搅拌，慢慢来。我们把酱搅开，然后把面都搅，都让它都沾到酱的味道。看，它真的没有全部都弄变成一大坨，一大坨不会，对。一般那种没有 Q 度的面，它就粘成一坨，是，一坨，完全没办法搅开，一般是完全没办法搅开的，这么久都粘死了，是，好厉害，好香啊！很多那个辣油加下去，你面还是白色的，我们这个半开之后面就有一点红色，对，而且跟各位讲，再三强调，这个我们是不加色素的哦，所以这个红是天然的辣椒，辣椒里面的，对，辣椒素的天然的红哦，这个我们不加，因为有些是真的加一些色素香料的哦，看起来啊好香哦，我跟你讲，其实那个有些很多都是加香料的，对，然后颜色哇好鲜艳的，我跟各位讲，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是天然的颜色，对，好棒好棒。其实辣椒素里面是含丰富的维他命 C， 对，它对人体是好的，有这个含丰富的这个一些营养。对，好，现在搅拌起来了哈 ，OK， 我们线上朋友来看一下哈。你看这个颜色呢，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是辣椒素哦，天然的，这没有加色素哦。刚刚这个面是全白的，你们看搅完之后就天然的辣椒素，对，看起来很香，好吃啊。如果说您喜欢其他中西，你可以添加什么豆芽菜啦，甚至你吃荤的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吃的料一起干拌在一起，非常的香。哇，你看这个面 Q 度，你看。有弹性的，太大了，太多了吧？会不会？太多了。这个面哦，这个手工面哦，真的哦，煮开之后就变成更大。我讲真的哦，我光摸这每一包，我就觉得它比外面的干拌面来的还要分量还要来的多。我光还没有煮，我摸这个的量，真的就已经是很扎实、很厚啊，很扎实，150克啊，啊，100，刚刚那个丁丁五号你说。是这个是100多少？115克。115克啊！各位，我跟你讲，我光摸我就知道它是扎扎实实的厚度啊，可不是像外面的面是薄薄的，你知道吗？来，大家来吃吃看。哇，试试看！哎呀，这个太棒了！先闻，就是有一股这个地方的味道。对，试看。各位线上朋友，不吃你会后悔。好香哦！很多人说我们苗族会下蛊，他们吃了会上瘾，是不是我下了蛊？我说我没有下蛊，这都是天然的、天然的食材、天然的食物，让你们上瘾。这要下蛊的话，这下蛊的成本还比这面贵很多。开玩笑的。虽然它是凉的，但它还是 Q 的。Q 的，对。真的，而且它面很 Q， 很香哦，而且它的辣不会让我的舌头感觉很麻，真的很香，真的很香，很像我们吃麻辣锅吃到后面加面条下去，然后再捞起来那样子，真的很赞，很棒，这味道真的是到底，是，我讲真的，这个味道我很笃定的讲，我在四川。我真的，我吃到原味的四川的味道跟贵州的味道，真的太棒了。
可是它外面的那个干拌面味道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讲哦，我刚刚我们特别强调，你刚刚已经吃一碗了。对对，我刚刚其实在播之前就已经吃一大碗了。我跟你讲，我跟各位讲哦，真的，现在是凉掉的面哦，真的，我们吃还是 Q 弹的哦。哎、欸，我们刚刚吃还是 QQ 的哦。其实这样当凉面也很好吃、欸。对对，凉面的一下就是凉面口，我还第一次、欸，我还第一次吃冷掉的，就是有凉面的。而且它不油。不油，对，没错，你这个丁丁刚刚讲到重点了，它不会油腻感。嗯，这现在其实有很多女生不喜欢吃太油感，我跟你讲啊、哦，完全不会油太油腻的感觉，这也是真的厉害的地方。嗯、我跟你讲这个、哦，我应该这样讲，好的酱料真的哦。一点一滴的拿捏哦，真的要精准，才会有一包好的酱料出来。当然，干拌面很简单，就是好的酱料搭配这么 Q 弹的手工面，真的是完美的搭配，真的是太完美了。连冷的都可以。哎、欸，我甚至在想哦，哪一天二哥回去哦，就把它弄一弄，不但让它冷了，我还把它冰起来，然后再放几块冰块。哎、欸，有一种面就是加冰块的啊。对啊，搞不好我自己也可以吃出一种特色来。所以我跟你讲哈，我们的面是这样子哈，线上朋友如果有机会跟二哥买这个面哈，你看你要什么吃都可以，你要热着吃，冷掉吃，甚至冰块冰，放在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吃都可以。本来就是这样，面都不会烂掉。最重要，我们的面太棒了，都不会烂掉，也不会结成一球，这个是我们厉害的地方。嗯，你看我吃完的碟子都还有香味。而且这香味绝对没有不是手工的或者是化学香精哦，要特别，你看这个还香味四溢，太棒了，独门配方，真的是独门配方，好吃，谢谢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熊老师，谢谢对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哈、哦，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才会量产出来？我们这个。它已经出来了。这个月全部都生产好了吗？才是月底。对，都好了。都好了哈、嗯。那二哥这边要先留一些给我了。嗯、好。Okay. 我们要很多线上朋友，我要推荐给我们线上朋友分享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也非常谢谢了，谢谢熊老师哈。我再次最后呢，跟大家再介绍一次苗妞哦，苗妞香拌面。老师为什么你没有取干拌面，却取香？拌面，因为我们的特色就是香，就是香，对，嗯，所以我们要用香，嗯，就是名副其实的，对，它真的是香哦，所以说取香拌面啊、哦，而且是全素的哈、哦，那你如果没有吃素的人，你要加什么都可以加，都绝对是可以搭成一组的味道，嗯，然后看看我们今天老师穿的就是我们道地。真正的苗妞，苗妞，这件衣服真的也是我们苗族的衣服啊，哈、哦，苗妞，所以这个苗妞呢，是我们熊老师非常这个有特色的品牌哈、哦，有注册吧，哈、哦，有注册，所以有注册的，哈哈。好了，今天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哎，还有我们对，还有我们的丁丁五号哦，也来尝到了我们的这个面的实际的美食哦。待会我们的现在在长进的丁丁三号呢，他比较辛苦哦，待会他也要来尝一下。OK， 好了，谢谢。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来熊老师这边哈、哦，我们也了解了这些，让我们很多朋友都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苗妞香拌面。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到此为止。那以后有更多的资讯需要的话，就是找我们二哥。对。然后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都欢迎来。咨询二哥哈，我们的丁丁从一号到六号都会给您最好的回答，对，好不好？需要的话就找我们二哥买，谢谢。对对对对对对对。目前网络上还没有卖，还没卖，都是一些团购，对，我们二哥。谢谢，先给你。谢谢，感谢，我一定要赶快跟我们介绍二哥的朋友，赶快来。对对对，真的值得你，这真的值得，而且哦，这价格也很实惠了。坦白讲哦，我到时候再在线上再告诉大家价格，我们的价格很实惠的价格，很平价的。我跟你讲，我们是物超所值，这么大一碗。对，这么大一碗，重点又是天然，不含色素，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又吃出健康。哇，这个价格我是先保密，但到时候再跟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跟这个介绍就到这边为止哈。那我们有没有要补述的？有没有要问的？没有了哈。好，谢谢你，我们也跟线上朋友来跟大家告别，再见，拜拜。